是说贼。贼呢，自古呢就分为两类，有两类贼。一种呢是土贼，一种呢是雅贼。这土贼啊，过去老说的一个词就叫小偷啊，这就是土贼。雅贼呢是说什么呢？过去孔乙己说过，窃书不算偷啊，这雅贼这偷书的都算。但我们今儿先说的这雅贼呢是个大雅贼啊。雅贼肯定不干那偷鸡摸狗的事儿啊，干的都是那个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事儿啊，主要是偷的对象啊，他偷的什么东西，这东西得价值特别大。我们下面说的这雅贼呢叫萧元啊，生于1957年，活到今天60岁啊，可惜他没活到今天啊，他出事以后啊很快就走了啊，他反正也心里干净了。我们先说他的履历啊，1987年他是武汉大学哲学系毕业，你一听哲学系毕业偷东西啊，丢人呐。毕业以后呢，那就88年啊，就去到了湖南人民出版社政治理论研究室啊，最后当上一副主任。后来呢又去了文艺出版社啊，文艺出版社当了小说史的副主任，后来又当上主任，就对文学酷爱。可是他去搞文学这会儿正好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赶上文学开始走下坡的时候。我就是那时候离开的出版社，我离开出版社还就有人去了，这叫飞蛾扑火啊，得有这精神。建国以来啊，这文学也是有周期的，比如50、60年代当时文学非常红火，新中国嘛，也写了很多著名的小说，那个小说影响不止一代人，至少影响两代人，比如我们出版社出的三红一创啊，红颜红日红旗谱创业史，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这时候文学一下就蓬勃发展。这十年啊，从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末期，这十年呢是文学大发展的时期。今天中国基本上著名的作家都是那个时期出来的，我就是在那个时期去当编辑的。那么到了80年代末啊，影视开始抬头啊，商业开始抬头，这文学呢就开始逐渐的衰落，就正好是这个时期，这萧元呢就开始进入了文学界。那进入了文学界呢，那时候王朔啊90年代初的时候正火着呢，这个萧元就出书呢，就把这个捎带着把北京人都骂了，他叫丑陋的北京人啊，一破折号王朔再批判啊，直接盯着王朔就去了啊。萧元这么一说丑陋的北京人呢，我就算北京人了，所以我只好告诉你，这萧元是湖南人啊。我一开始没说他是湖南人吧，尽管他分在了湖南啊这个出版社，但是我没说他是湖南人。萧元的这本书呢就对着王朔就去了，他大张旗鼓表明他的态度，他就说这文学开始堕落呀，文学堕落的责任是谁呢？就是王朔啊，就说他就是一精油的。因为王朔当时说话，你们没看他小说不要紧啊，你们看看编辑部的故事，那就是他的风格啊，说他是一精油的，难听的话叫城市老鼠。过去说精油的、喂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这都本身都带有贬义了，但是要说城市老鼠基本上就是骂人了，直接就开骂了。那么这个萧元呢就说王朔的这种语言表达形式和他的思维方法啊，把中国文学彻底给带坏了。他说这些人呢都是寄生在社会底层的边缘人啊，是边缘人。他说这些人呢就是说好听点叫帮闲文人啊，说不好听的就是把理想和神圣给我颠覆了，让人变得非常实际。当时他是，你听着这话啊，这萧元还是非常有理想的一个人物。相对于美术界啊，文学界呢他是比较早的与这个影视和市场就接轨了。文学界接轨最早，为什么？电视出来。电视这个东西呢对文学的需求比较单一啊，比较简单啊，所以当时的文学很多写文学的人最初是看不起电视剧的，后来因为电视剧很火呀，大家就扑到电视剧上去了，
比如《渴望》以后啊，就有了编辑部的故事，有了《海马歌舞厅》，有了等等《我爱我家》等等这种通俗的电视剧。那么这个萧元呢，常年的旗帜鲜明的就批判文学的世俗化啊，欲望化，说你这人太强调人的欲望了，觉得文学呢已经放弃了它的最本质的东西。这本质的东西叫什么呢？叫意义和价值啊。他认为文学已经完全失重了，飘了。那么他说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影视界的这种钱的诱惑啊，比如多给钱，稿费高嘛。和影视界的这种时髦呢，把这个历史都给侮辱了啊！说这影视界这东西不好，他瞧不起文学向影视界靠拢的这种潮流，就自称自己呢很迂腐，看不上这个啊。他认为啊，影视牵扯最深的就是历史文学。我们看到很多历史剧被改的面目全非啊，都是这种穿帮历史。他说，那能证明什么呢？能证明这个金钱的力量。就这钱把人把文学都引到邪道上去了。萧元认为啊，把历史当成一个消费品呢，是他不可以容忍的。他的态度就激进的要死，说作品一旦被影视公司买断啊，似乎好像就成了文学成功的标志和文学成就的证明啊。于是啊，他说的很刻薄，说于是这些人呢就弹冠相庆，奔走相告，激动不已，说一口痰上不来就昏厥过去，分明就是犯禁中举嘛。那你看这人还是很清高的哈，说你说这么清高的一个人，这么有理想有道义的人，他就怎么叫堕落了呢？那这个人是要变的，这是他前期的思想。这个人很有意思啊，我看他后来做的事儿，我觉得他前半生是讽刺自个儿的后半生，这人有意思。他前半生说的那个话，绝妙的讽刺了他后半生自个儿做的这件事儿。你说这有意思吗？啊，这有意思吗？有意思吗？特别有意思啊！这萧元被抓以后这么说啊，他说可能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摆在我跟前对我没什么诱惑力，但是如果几百万甚至几千万这么大的数字，我就没法控制我自己，就没法抵挡他的诱惑。这让我想起一事儿啊，这个钱呢是两种表达方式，一种表达方式呢是现金，一种表达方式呢是数字。我们在过去买东西的时候碰见过这种问题，比如啊，我们想买一件东西，说哎呀，我这个就五万块钱了，说您这卖不卖？说不卖啊，死活都不卖。但是如果你从书包里把这五万块钱掏出来啊，那时候都十块钱一张的啊，没有一百块钱一张，那一大堆往那儿一放，还是五块钱，他就卖了。为什么呢？这现金是有压力的。他看见这一大堆啊，和你听见那数字是两种感觉。所以这萧元刚才说的那个话就真的没说错，如果大面积的现金搁在这儿，他一下就没法控制自己，没法抵挡这种诱惑。你仔细想啊，他一开始啊，他批判这个批判那个，他实际上都是一种嫉妒，他没钱呀。后来哲学搞不了了，不搞了，搞文学，这文学就向钱靠拢一步，是吧？搞哲学的一辈子注定没钱，到文学这儿就有可能挨着钱。后来这文学不搞了，那搞美术啊，你知道一搞美术离钱就更近了。他就2003年就调到了广州美术学院的图书馆做了馆长，他有点学术成就啊。根据他自己的供述啊，他偷盗行为就偷盗这些画啊，是起于2004年3月。就换句话说，他进到了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以后啊，一年时间之内把这个情况都摸清楚，他就开始动手了。萧元说啊，他自个儿的这个偷盗行为呢是2004年3月就开始了，止于2006年，他那意思他就偷两年啊。抓住时候是什么？2014年啊，他偷了整整十年。那么他偷盗的这些画都去了哪儿了呢？啊，他大部分都去了拍卖行。也没有人告发，也没有案发，没人知道。后来去拍卖行每一件都去查，非常的就是困难啊。那么萧元都偷了什么呢？他主要就是偷画，因为广州美术学院的图书馆里有大量的收藏的画。过去啊，这个教学的地方就是美院图书馆都有收藏，中国不是光博物馆有收藏，
图书馆、这个美术学院都有收藏，每个高等学校都有收藏，尤其美术学院，因为美术学院他当时买这些东西啊，那时候没钱啊，很便宜，就是为了教学等有教材呀、啊。他偷的有什么呢？有潘天寿啊，潘天寿的《英雄独立》，八大山人大家都很明白啊，八大山人什么成就啊，《湖山双鸟图》啊。按照萧元自己说哈，这幅画是赝品啊，不是真迹啊，还偷了很多什么齐白石、张大千，前前后后偷了100多张。你说他怎么偷啊？人说这画没那么容易偷啊，哎，他就有办法。这图书馆得放假呀，你知道咱这图书馆特奇怪，这图书馆学校的图书馆一到周末啊，周六周日都放假，一放假呢，这萧元就用自个儿的钥匙直接就进了画库了，选择字画带回家。他据他自个儿说他能临摹，但是这个法院并没有去核实啊，我认为他不能临摹，他是找人你给我临摹一张，临摹完了以后呢，把假画放回原处，把真画就留下了。他前前后后弄了140多幅，140多幅很多啊，你要是算起来就是每个星期偷一幅。熟悉他的人就说啊，这个萧元最喜欢的就是张大千啊，说他是喜欢张大千，说他自个儿也能临摹啊，这个他能不能临摹我们不清楚啊。我想一个画家想临摹很多人的画是很难的，除非你有非凡的能力。你可以找人啊，这个画家很容易找到，你说临画对于画家来说呢不是很难的一件事啊，临摹一张画。那么这萧元就自个儿说给自个儿宅啊，就是说他当馆长之前呢之后啊，这个类似调包的行为从未停止过。什么意思呢？他说不是他调包，他前面那馆长就调包，后面还有人调包。那么侦查员拿这个画给他看呢，他发现他说我自个儿的那个画又被别人给调包了啊，这都不是真的假的，你闹不清楚。那么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呢？它是个制度问题啊，制度混乱。首先是我们这些啊准博物馆单位，就是不是博物馆的单位呢，它都没有档案，档案都混乱啊。过去我看过一些这些文物单位的档案，就是拿一个破笔记本，就拿钢笔记着，任意涂抹，也没有照片，东西丢了说不清楚。比如说王石谷山水大轴，什么叫山水大轴啊？就是一张大画，有多大，连个尺寸都不标上去，那你怎么去？你出了问题，你怎么去核对啊？按理说，这些机构都应该有公开的档案，就是我有多少收藏品，在网上都可以查到，比如广州美术学院有多少，那上面你随便一搜全能看到。你如果能看到，他就很难去偷，对吧？第二呢是制度问题。制度问题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基本上都是人质啊，虽然说进去要有300钥匙，但架不住300钥匙都是他一个人拿着。我们现在啊这个好的库房至少要2个人同时进，最好的库房呢是2个人得在拉开够不着的距离里同时开锁。一个人你拿着200钥匙，你够不着啊，你臂展你不够这个长度，你打不开。比如这两个锁眼之间间隔3米，那你现在臂展再大的啊，你像这个姚明，我估计臂展就2米多，他插不进去，他不可能同时拧开。所以把钥匙插进去，2个人喊1、2、3，吧嗒就开开了。你想开开一个再去开一个是开不开的。现在这是比较现代化的设备，过去没有啊，过去就是3把锁、啊、我记得那个这个门上咣咣咣3把锁，几个人到那叭叭叭，一人拿一个开开。那如果你自个儿这个拿3个钥匙呢，无非就是开得慢一点就开开了。其实我们国内制图都差不多，关键就在于执行。那你这个东西完了以后去哪儿了呢？他偷完东西都去拍卖行卖了。卖了以后呢，那是因为他怎么案发呢？是因为上面有的有章啊，有章，这个章呢上面写着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那一看说这图书馆东西怎么会在拍卖会上卖啊，这才出了问题。偷到的东西啊，我们说一个途径啊，这个东西为什么现在找不回来，是因为已经被卖掉了。卖到谁手里呢？有的是知道，有的还不知道啊，谁买走的可能转手多少次，因为公开的是拍卖，私下的是买卖，所以有时候转几次手就找不着了。那么国外它有很好的制度，你比如我在这个美国的时候啊，我在一个古董商那儿待着，就看着他那个传真机唰就传出一张纸来，上面有一个瓶子，然后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某某某博物馆丢了一个东西，现在这是这个
警署向所有的古董商以及拍卖房发通知，发完通知以后你再买这东西就视为违法。那我说如果没看到这件东西呢，他说没看见东西是你的事儿啊，你没看到就跟法律似的，你不知法条你也不能犯罪。国外的这些专业部门呢相对来说都比较注意这个事儿啊，你比如说你上面写着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盖着章，我一检查这画，这画我就不敢卖，我马上就要找广州这个美术学院去核实去。哎，我们这些拍卖行就是为了赚钱不核实这些事儿。那么这个在国外啊，艺术品丢失以后，如果你拍卖行再卖了，那你肯定要承担这个责任。我们现在是这样啊，我去拍卖行去买这些东西我是不知道，所以你没有问题，只要你是在拍卖行正常的举牌，正常的交费，正常的这个取走，你都没有问题。那拍卖行有问题，拍卖行是使这件东西由非法转为合法的时候完成的这个环节，谁完成这个环节谁承担责任。这个最轻的责任就是你把钱损失了，比如这张画卖100万，那你那拍卖行就得赔100万。萧元啊，这个画一共卖了多少钱呢？尤安卡查的3000多万啊，就是他在各个拍卖行能查出来的，他卖了3000多万。剩下那些画一评估好几千万，其中有一张八大山人的画估价就几千万。我们知道啊，现在的这些画，尤其这些名画，价钱呢一天一个价钱啊。过去说一张画上百万都不得了的事儿，现在一张画上千万都是很平常啊，上亿也不是什么碰不见的事儿。这样重要的一批画啊，140多幅啊，最早的可能都是明代的八大山人啊，清代的郑板桥，还有张大千齐白石这种最大名头啊，这140多张画今天的损失那肯定上亿啊，上亿上几个亿都是可能的。万幸啊，就是抓着他的时候手头还有几张不错的画啊保留下来了。那现在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呢就很沮丧嘛，沮丧呢就发新闻，就说希望呢所有买到画的人或者谁拥有这种画的人呢释放出极大的善意。啥意思啊？就是让你能不能捐了啊，捐回来，说我们这个损失惨重，现在要是要不回来了，追也是追不回来了啊，这个你们甭管这谁拿到这画，您能不能高风亮节啊给我们捐回来。你们觉得这事儿有多的可能呢？没多的可能。因为这些人跟你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除非将来啊你们美术学院培养的学生里出了一个世界级的富翁，不在乎钱选榜，说凡是这个名单里的画啊，我不惜代价买回来捐给我的母校啊，你要能撞上这么一富豪，我估计这事儿可能。你撞不上，这些绘画有可能终身回不来了，那你们就要付出这个代价，就要承担这个错误。这就是一个管理的失误，这种管理的失误造成的恶果，我觉得在今天啊，肯定不是孤立，不可能就这一个。我们这些啊，艺术院校本身就不擅长管理啊，它不像博物馆，博物馆有严格的制度，但是博物馆也会出事儿，相对来说要比这种准博物馆呢要好一些。我们刚才讲的呢，这是个雅贼，那我们碰见这土贼呢？土贼我告诉你啊，这些年土贼越来越少。为什么越来越少呢？是因为防盗手段越来越高，土贼都不成了。你想过去有一个，说起来是一个陈年旧案，这案子过去都30年了啊。是当时呢有一个人，这人叫王耕地啊，这王耕地就陕西人，他在临潼火车站吃饭的时候呢，几个人就说，哎呦，那时候你想30年前都穷啊，都说你用什么办法挣点钱呢，你说贩卖文物，那时候的文物啊都肯定流向海外，国内没有人买。80年代你放心，那所有的文物都是想尽一切办法弄到国外去卖。那么他说 那弄什么呢？说咱这陕西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咱靠着陕西，咱就弄这兵马俑。兵马俑你知道那兵马俑个大你知道吗？个大那怎么弄啊？一个兵马俑都跟真人大小似的，你弄一马跟真马大小似的，你怎么给它运走？很难。那怎么办呢？就专门找那值钱的，一下就盯住了那个秦俑的一个头，将军头啊，得找那将军头，士兵头不值钱。然后他听说以后呢，他们就
准备盗窃，这一下就传了一波人。这一波人呢，就是趁着风高月黑之夜哈，其实带着作案工具，那作案工具说起来很丢人，谁家里都有螺丝刀一把，直接就翻到了秦陵博物馆院内，窜入考古队啊。那考古队过去说溜门撬锁，你知道过去那锁比现在这锁好撬啊，现在都是锁都做的比较结实，过去那锁就是一扣掉，上面挂一挂锁，拿着改锥窗插进去一别就下来。所以这帮人就进去呢，找到了秦最高等级的这个将军俑，将军头啊，弄了一个，这一个没多大嘛，就这么大，一抱跑出来了。你知道这东西啊，国家一级文物，一级甲等，我们一级文物里分甲乙丙啊，还分三等呢。拿出来以后藏哪儿了呢？藏在临潼火车站旁边的一树林里啊，往那一藏，稍微拿草盖一盖，你就看不见了。当天晚上呢，这王耕地呢又想说，这我这把这将军头费劲巴拉的弄出来了，我搁在那草窠里，万一巧了被人给弄走了，我这不是瞎了吗？又去转移，把这东西抱着，又找了一仓库，一空房子搁到里头。搁那个空房子里呢，没人看着呢，也还是嘀咕，心里嘀咕啊，这东西啊，一旦成为自个儿的了，就开始珍重，又转移到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宿舍里藏着，开始找人卖。你知道那时候啊，他没那么好卖，为什么？第一，你信息不能公开啊，也没有网络，他不像你现在有网络，网络你也不能公开，你在网上上网说我偷一将军头，哎，我现在要卖，那警察先来了，对吧？所以呢，卖了好几个月啊。然后呢，就到处找人，到处找人。因为那时候呢，已经开始有那种复制品。因为这个秦兵马俑的这种灰陶并不难烧制啊。你现在这个有丰富经验的人，你新烧的和旧的一眼就看出来。但是没有经验的人呢，一看都差不多，不都是一灰陶吗？当时文物复制做的很多，靠那个赚取外汇呢。所以当时他们很多人呢，就要对这个东西辨识到底真的假的，谁知道你真的假的？因为人家不知道你是偷出来的，所以他们就开始就想这东西到底卖多少钱啊？一开始就说，哎，先卖5万块就行了。后来又开始找人来回折腾来折腾去，就一家一家的找，时间越来越长啊，这就夏天就到了，就这东西就由5万块最后卖到30万。这卖到30万呢，就是因为这个他们在买卖当中啊，这消息一定走漏出去。公安机关就截获了这个消息，其实有没有30万都另说，就是拿这钱跟他诱惑他，最后使他们全部出动嘛，一出动把人赃俱获，一下人给逮着了。你知道啊，刚才说的那个萧元啊，他的罪名可不叫盗窃，你别看他盗窃了140多幅这个国家的绘画，他的名字罪名叫贪污，因为那东西是公家的。你是公家的人，利用职务之便，没有溜门撬锁，方法不同，所以你叫贪污。但这几个贼可叫盗窃，他就是个土贼嘛，所以他叫盗窃。盗窃和贪污这个罪名不一样。这个西安这个中级人民法院就开始以盗窃罪就判处这王耕地死刑啊，其他的一共同案大概有6个人啊，有判2年到无期不等的，剩下每个人都判了。那判他死刑，你知道啊？我们今天啊，偷这文物啊，没有死罪了。原来都有死罪，走私文物啊有死罪，盗掘这个古墓，所谓的盗墓有死罪，盗窃重大文物啊，珍贵文物有死罪。但是2011年，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了，这刑法修正案就把这些罪名中的死罪全取消了。就是换句话说，今天那王耕地能保命，死不了，最多就是一无期。我们啊，有很多电影啊，都特别爱渲染这个博物馆的盗窃啊。过去看过的电影有什么呀？周润发、张国荣演的那个叫什么呀？《纵横四海》是吧？把这个油画都盗走了。行了。好莱坞的大片叫什么呀？叫偷天陷阱啊！这些电影呢，它极力渲染就是怎么去偷博物馆。我们过去讲过啊，嘟嘟在过去讲过这个偷博物馆的事儿啊。那么今天的博物馆啊，跟过去博物馆一样，博物馆自打有那天起，防盗是第一大问题。我怎么能让你不偷了？过去的防盗都比较简单，就是加强
防盗措施，比如说安一铁窗，锁弄结实点啊，就是无非就是这样。后来出有了触发性的啊，比如触发性的铃啊，你一碰啊，铃声大作。其实那铃声不是报警的，是吓唬贼的，把贼吓唬走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博物馆的盗窃呢，它其实是两类，一类呢是外盗，就是外面的人进来了；一类是内盗。过去博物馆一发生案子，一定是外盗。外盗呢也有两种，一种就是破门破窗找你的漏洞侵入你的博物馆，另一类呢是想办法潜伏在博物馆里不出去啊。前几年故宫的那个盗宝案就是这样，那人没出去嘛，在里头。过去啊，大概是在20多年前，南方有一路贼啊，偷了一路，就是在博物馆里临关门前进去参观，参观的时候进去七八个人，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呢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比如厕所或什么地方待着，然后这些人走了以后呢，这人在里头偷一宿，把东西都准备好了，第二天一开门，这帮人哗啦又进来迎他啊，迎他，因为你的博物馆一进来这么多人，你进来六个人出去七个人根本看不出来，就这么去偷啊。这种事儿呢发生过很多起案子，后来就对这事儿很警觉。这种贼头天晚上啊在博物馆里偷呢，都是轻手轻脚不破坏，想尽一切办法把东西拿走，比如这有三件瓷器，我拿走一件，把那件往这边一挪，你猛一看还有两件呢，所以很可怕。那种案子当时这个出现了很多，后来就对这个事儿非常警觉。但这依然是外盗，现在不同了。这些年啊，所有的博物馆发生问题都是内盗，自己人，因为自己人知道漏洞在哪儿。那么随着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啊，包括这个网络技术，包括视频技术啊，这个再加上其他非电脑型的控制呢，今天的这个博物馆的盗窃案呢，就以我知道这些年啊，几乎没有，就是这种没有被发掘的盗窃案。那么要不然就是国外出现的那种以速度跟你拼速度啊，就是在你到达之前他已经拿着东西跑了，就是那种半明抢的状态啊。从理论上讲，现在的这种防盗的这个办法是破解不了的。你知道你看吧，这个电影上啊，电影那盗贼都是拿个眼镜一看，然后各种红线啥啥啥全照着，对吧？现在没那东西，你触动那个红线不就报警吗？现在不是这么个状态了，原理完全变了。当年啊，洛阳博物馆丢的那一批官窑，从故宫博物院借去那官窑，就是那大盗就发现这红外的弱点了。红外线的报警的弱点是什么？他怕红布，红布他不反应，所以他就从房梁上爬过去，把12个摄像头拿红布挨个啊，上面搁一块红布，拿个夹子一夹，搁一块红布，拿个夹子一夹，所以都不报警了。偷了一宿，把东西偷得干干净净。今天肯定不行，为什么不行啊？因为今天呢，我告诉你啊，简单的方法，最简单的一层保护叫比对。博物馆的这个监控系统一上监控指令，这个屋子里出现任何一个东西它都会报警啊，只要在这个摄像范围之内的，不要说这个出现一个人，你多一个手机，比如有一个客人手机落在里头，那手机就会不停的闪烁，因为这个东西是多出来的。所以这种监控技术呢已经做了，从理论上不能破解，唯一可能破解的呢就是黑客侵入电脑改他的程序，比如他的程序不报警，其实实际上已经出了问题。还有现在最智能化的啊，监狱里经常用智能化的摄像，就是超过一定体量，比如你涉及到40公斤，我觉得一个成人怎么也得有40公斤，是吧？40公斤体量的人东西的，就是有生命的物体，只要一动，他摄像头立刻就跟着你不停的拍照啊，就肯定就你跑不掉。现在科技的防范基本上能达到我们目前一般人的智力是无解的，但是有没有黑客能解进去呢？不知道。我看到国外的电影有这样的，一个黑客侵入到光缆里，然后立刻让你的电脑闪了一下，闪这一下就已经换了画面了啊。但是现在它不仅仅是你人眼看它，它还有自动报警。自动报警呢，除了电脑的比对，还有物理的，比如有震动，屋里有东西进去了，有震动，它就会报警。所以今天呢，就是
博物馆的主要任务呢是防内盗，而不是防外盗。至于像故宫前两年出了那种土贼一脚踢着就进去呢，是也就是故宫啊，因为故宫呢地儿忒大，那个过去呢老门老窗的啊，这贼就是敢干，去了进去了。如果那贼啊那天是进的那个偷的那点东西都是人家外来的人的展览，如果进了自个儿的玉器馆，那就是天大的事儿了。我们这些年的这个内盗的事儿没少发生啊，就现在你有的都是家丑不可外扬，比如某著名大学的图书馆啊，制度漏洞啊，这个图书管理员把那种啊过去认为不值钱的书拿出去卖，每天都卖啊，前前后后也卖好几百万。什么书呢？都是那个清代的、民国的那书。现在有那个旧书网啊，有很多旧书很贵的。我买一个70年代还是80年代台湾出的那旧书，好几万块钱呢。所以它也很贵，他就把那些东西偷出去去卖。你制度如果不定好了啊，你再严格，你制度啊定的再严格，如果没有人执行，执行不好也不成。那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是博物馆啊，是一个财产重地，全世界都一样。它在加强科技防盗上不遗余力是肯定的，但是它一定要加强它的制度管理。这个制度管理就是怎么样能使你的技术落实到每个人身上，使每个人在思想上愿意执行这个制度，没有空子可钻。官复猫揭秘官复秀，这哥们儿站半天了吧，穿一大衣他也不嫌热啊，这大衣狂吧，这大衣多时髦啊。这是北朝时期啊，距今有1500年以上，这是一陶的。我们讲过瓷器和陶器不一样，你别看它有釉，它就是陶的，你看这露出来的地方都是红陶带有釉。这是一个南永历像，从他的长相和他这身打扮呢，应该是有点这个少数民族血统，胡人啊。这大衣我特喜欢，这大衣我都想照这样子做一个啊。这大衣有什么特点呢？第一，没扣啊，它没扣。第二呢，它这没搭上。我们现在的大衣都搭的不是严，要挡风，人家不搭上。不搭上这大衣就比较时髦，有点像模特穿的。有一毛领子，你看这领子圆圆的毛领子啊，这人得不了颈椎病啊，这毛领子很简约。这袖子做的上宽下窄，袖子特长，把手藏进去。你注意看啊，就是南北朝时期一直到隋唐，好多服装都是盖住手。当时我也那不明白，为什么老盖住手呢？冬天可能盖住手，这手在袖子里可能很舒服啊，就是不那么冷。我们现在手都要露出来，那时候这个服装经常是这种不露手的。我们可以看到1500年人的审美啊，这大衣啊，今天如果是世界级的品牌啊，比如什么牌子我也不知道，就是奢侈品品牌啊。要做这么一大衣，这大衣贵了去了，一看就是大牌设计，大牌设计师。可惜这设计师咱今天都不知道名字，这衣服叫什么名我也不知道，查半天我想了想也就叫大厂啊，大厂厂着嘛。另外这帽子还有意思，这帽子有点像孔乙己的帽子啊，像那个鲁迅那笔下人物的那小毡帽啊，扣在脑袋上啊，很时髦的样子。你看这俑啊，这俑这脑袋在上头吧，你看那土贼啊，那土贼就是把这脑袋啊，将军俑的那脑袋给掰下来了，那脑袋这么大个，因为跟真人我不能拿我这脑袋比啊，就是这么大个。这种俑啊过去都是作为陪葬的，这么斯文的陪葬俑确实不多。这陪葬俑啊两个状态，一个状态是生活状态，比如骑马的、打猎的啊、打马球的都有。还有一类呢，就是镇墓兽，镇墓状态就吓唬你，那面孔长得很狰狞啊，就是你
好容易打一洞钻进去，一眼看见它吓一半死。你看这呢特祥和，这眼睛长得好看啊，眼睛吊着，鼻梁特高，不像我们这样的啊，这胡子也漂亮，可惜我们长不成这样啊。